谢谢周深，谢谢为我们带来的志愿军电影的主题曲《繁花依旧》。嗯，刚才伴随着周深的歌声，当大屏幕上出现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到祖国的那些画面的时候，我相信大家内心深处都会有无数的崇敬和感动。来时雪纷扬，归时好时光，繁花依旧绽放。周深在演唱这首歌的时候，觉得内心最深处最强烈的感受是什么？最强烈的感受一定是我们不会忘记，我们会永远铭记。我记得很深刻的是在录音的时候，然后词作老师青燕跟我说，跟我解释其中的一句歌词，归来吧，看看年轻的朝阳。这句歌词写的是，每一面盖在我们烈士身上的国旗，都是在天安门升起过，看见过新中国的朝阳的。我当时在录音棚就是满眼都是泪眶，觉得非常非常感动，也希望他们能够看见他们用生命守护的祖国，繁花依旧，灯火辉煌。谢谢周深，我们要努力的让祖国永远繁花依旧，灯火辉煌，以此来告慰志愿军烈士们，告慰他们每一个人的英灵。今年是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0周年，而我们也将迎回第10批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。离家尚是少年身，归来已是报国躯。让我们继续去讲好他们每一个人的故事。谢谢。谢谢康辉老师。回来吧，来吧，
想揣一把不想的泥土入怀，饮一桶甘甜的江水心春藏，多少稚气的脸庞站在我繁华。